圣诞节的意义。圣诞节是西方传统节日，每年的这一天，人们都会在一起庆祝，以此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，同时也是普遍庆祝的世俗节日。19世纪，圣诞卡、圣诞老人的出现，使圣诞节开始渐渐流行起来。随后，在整个欧洲、美洲开始过起了圣诞节，并衍生出了相应的圣诞文化。改革开放后，圣诞节传入中国，有机地结合了中国的习俗，吃苹果、戴圣诞帽、送贺卡、参加圣诞派对等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。如今，圣诞节在世界各地都融入了人们的生活。在圣诞节到来之际，许多家长会给孩子们讲圣诞节的意义，让孩子们懂得爱、懂得分享、懂得感恩和回报。